近日，有网友爆出邓紫棋在日本街头和一白衣男子牵手逛街，两人举止亲密，被猜测性恋情曝光。据媒体爆料，与邓紫棋爆绯闻的白衣男子名叫 Mark Guy， 是个造型师，也是邓紫棋闺蜜王浩儿的富二代前男友。2016年1月，邓紫棋曾与 Mark Guy 传出绯闻，二人不仅多次一起亲密出行，还被拍到在街头靠超近聊天。不过邓紫棋在事后被追访时否认了绯闻，称与 Mark Guy 只是朋友关系，否认恋爱传闻。据悉， Mark Guy 的家境很富裕，外公是王国京，有位很著名的前妻关之琳，妈妈 Jenny 的生意做得很好，陈敏之、徐子珊等等明星都是他的座上客。